我一直很努力在做好每一件事情嘛，那就像我之前在内地所说的，我就像一个学生一样，然后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得到很好的成绩。当拿到第一名的时候呢，没有听到很多人的掌声跟鼓励，反而听到很多人的猜测跟怀疑。我要郑重告诉大家，我没有买榜。好了，但是这是真实的数字吗？真实，实实在在。因为你知道，因为上一张专辑的关系，我已经很害怕被别人说我买榜。这是真实，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还不真实吗？尖叫声！很感谢很多歌迷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，所以像报纸媒体讲的嘛，那这次的演唱会我自己有投入的，就是一些经费嘛，那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值回票价，然后可以让大家觉得说，经过这几年当中在看小助理演唱会，然后我交出的成绩单是多少分数，是由你们来为我来决评分的。你小助理投入多少金额，会不会怕赔本？我真的不会担心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我是想要让大家可以看到好的演唱会，然后是有口碑的，那我真的不会害怕什么赔本不赔本，因为他们对我的付出已经够多了，那我应该要做更大的一个回报给他们。台北演唱会的票房开出红盘，主办单位也紧急宣布加开一场，但这也让罗志祥得在两天之内连唱三场，让人不免担心起小猪的身体状况。歌迷朋友们他们都会上网说小猪会不会太累啊，所以要不要取消不要办啊，那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呢，我要突破我自己的记录，然后不用担心我会累，因为真的不会累，因为只要你们不累我就不会累。为你写的歌我唱得认真，但如果没你的掌声赢了又如何，张这个情绪让小猪忍不住又开心哽咽。终极出炉，第一次到这么好，真的吗？而且实实在在耶。我觉得，就真的辛苦了。